备三二一，好，玩具 TV 第十九季第十二集，喂，唔识人提我喎、啊，好咁啊，算做系今季嘅最后一集啦，咁啊，仲有冇第十三啊？第二十季咧，我唔知道，咁啊，但系点都好，玩住先。咁啊，而家見到嘅就係上個禮拜嘅期票，今個禮拜就砰砰聲擺出嚟做呢個頭炮嘅 Black 13R， 今次推出嘅係章魚兄弟。你其實本身嗱，我亦都真係要講一講，我入局咧都真係要多謝阿家嘅，因為嗰陣時候你仲記唔記得？哦，喺 Toy Show 喺 Toy Show 嗰陣時係啦，有條友係咁同我 sell 呢一個 Black 13。跟住，咦，我又覺得，因為嗰個人好專業啊，同埋對於呢一個玩具又有熱誠啦，加上個人又靚仔啦，仲有啊，仲有嗰陣時阿 Derek 喺度啊嘛，哦，係啊，佢 sell 爭好遠，係、啊，因為嗰一年係Toy Show 咧就 Black 13又自己擺，係，因為 Derek 嗰邊幫佢擺咗個位置，咁我哋就嗰陣時就行會場嘅時候就見到，哇，好靚喎，係，真係好精彩，無可否認。咁當其時我係有入到因為鹿位入唔到啦，跟住之後就狼同埋。就是狐狸和狼，咁狐狸和狼我嗰陣時都有嘅，咁跟住之後咧，咁啊啊嗰陣時好似啱啱出貓，咁然後咧我就即刻 sell 阿德哥啦，咁然後嗰期 Toy Show 嘅嗰個拍賣品就係白色嘅限量版貓啦，係冇錯，好瀟灑啦，好瀟灑，OK 啦，多句多謝阿家，咁啊好坦白講，其實本身之後分叫我唔知算唔算叫分裂咗兩個 series 咯，一個就係佢哋本身即係行開嘅Black Laboratory 系列啦，另外一個就是兄弟系列。咁今次其實本身你問我咧，我好坦白講咧，我要嘅嘢或者我中意嘅嘢，絕對唔係兄弟系列，而係佢哋每一次嘅附屬品。所以我介紹咗個兄弟先。好啦，咁啊，今次本身章魚兄弟有啲咩特別嘢玩咧？咁啊，其實都唔算話好。好即係好破格嘅，咁啊直接我諗拎開兩隻嘢先，反而睇下要睇嘅，其實一定係睇咗個 box set。阿 John 嘅 idea 咧，你啊真係不得不佩服嘅。成件事你問我，你即係玩具我一轉頭先 comment 啦。咁但係本身佢一啲artwork 啊，或者一啲 presentation 啊。嗰種表達方法，或者我直接啲講啦，即係佢就住兄弟系列，通常都係走一啲色情啦、血腥啦、暴力啦，用一種好誇張嘅線條去表達，佢係完全用黑白稿做到嘅，所以變咗而家都揾緊阿的幫手送翻本身呢一個 Octopus Brother 嘅封面先。哇！佢呢一圖～都仲好適合攞嚟紋身添，攞嚟炸手炸腳。係啊，你真係哇！呢個真係靚喎。係啦，咁自己都炸得唔少啦，可能分鐘好多都係佢自己畫嘅，我諗。係，跟住再揾人幫佢紋。係啊。好啦，咁啊，後邊就係本身呢一個銀光科技就住佢兩兄弟嘅一啲日文嘅解説同埋簡介。咁呢度我唔多介紹啦。好，咁啊，擺埋一二角先。好，一人揸一隻，咁啊，你揸咗個細佬，咁我啊揸個大佬先，或者可以玩咗你嗰只先啦。誒，你嚟開始，我唔緊要，你照玩都冇所謂。哦，因為我未掂過，所以我。哦 ，OK。係啊。好，咁或者我講一講我而家手頭上呢一個獨島健次郎先。好啦，咁啊。你見其實成隻嘢，當然你叫得章魚兄弟都係用翻呢一個愛嚟做招來嘅。咁本身兩兄弟雖然唔係親兄弟啊，咁但係本身佢哋都係即係服侍翻啲黑社會嘅，咁從事呢一個販毒，亦都係一個僱傭兵，咁更加係一個殺手。咁啊，當然哇，其實呢個真係可以有排講啊。獨島佢哋兩即叫做兩兄弟先啦，獨島同埋佢細佬咧，咁啊其實某一次執行任務嗰陣時就現場有爆炸，咁啊令到佢兩兄弟都受咗唔同嘅傷。咁見到獨島健次郎，其實你見到佢呢一度心口有嚿嘢咧，就係、是、當其時佢幫佢大佬
頂嗰陣時候，我講錯，呢、這個係高橋天馬，即係細佬咁啊，佢幫佢大佬呢一個健次郎頂嗰陣時咧，就啲碎片傷到心臟，咁所以變咗佢類好似 Tony Stark 咁樣咧，就整一部機喺個心臟附近就維持翻佢嘅生命嘅。咁啊，見到佢本身高橋天馬都係用咗呢一個章魚嘅造型啦，或者可以鬆一鬆個頭先。好方便啊！而家直接用翻嗰部嚟直接鬆翻，仲要幾清添。係。咁見到章魚嘅任何細節，佢都做得非常之精細嘅，眼亦都用咗透明件，同埋仲要個反光度都幾高。咁另外呢一個八爪魚嘅，即係我叫做竹蘇咧，有少少。半透明喎，我有冇睇錯啊？但係佢本身係硬嘅定係？我諗佢應該唔係少少軟啦。佢應該係本身嗰、那個，哇！係佢呢個係係 PVC 咁嘅好似。到底係個陰影飛槍式令到佢有透明感啊？定還是係佢真係透明？佢應該係透明嘅照計。啲雙確。但喺佢個噴弓上面嚟講，其實係好靚嘅呢個位置。同埋都望一望埋啊，或者轉頭先咁啊。其實你見到佢哋兩個已經笠曬頭罩咧，咁點樣拆咧？少少講翻啦。咁啊，最理想就係成個頭掹嘅。不過而家因為時間關係，我已經掹咗啦。咁啊，見到有一塊後腦片啦。安全啲，你就成個頭撳住掹起就得噶啦。因為本身係用磁石嘅，佢拉翻厚少少。Thank you。但想問個頭盔穿大嘅時候，會唔會有比較容易刮油嘅情況發生的？非常之好嘅問題，你見到其實係好鬆動嘅。哦，咁已經得啦。所以裝組嚟講係好方便，咁啊亦都睇翻本身好有個人風格嘅頭雕啦。佢特登將佢嗰啲。蘇係噴得個色比較重啲，係同埋佢音好重，有種大賊嘅感覺。係咁，同埋佢個吊眼咧，三白眼就好有殺氣啦。係呢一個我自己真係幾中意，即係就住呢一個人設啊，即係本身係好吸引。好咁啊，當然其實真係話玩，特別係玩呢個章魚兄弟比其他兄弟係嚟講好玩嘅地方咧。哦，佢揸頭盔就係個章魚，哇！咁我可以自己即係就咁樣攞嚟玩啊嘛，唔使煩。同埋我發現咧，喺背後去睇咧，佢嗰個關於一啲章魚個身體嘅皺褶咧，嗰啲嘅部分，佢個雕工同埋個顏色處理上面好靚。係啊，其實我覺得最值租嘅係佢呢一個叫做頭盔啦。你見到嗰啲著色係好吸引。同埋咁樣睇，我就會覺得哦，佢應該係真係透明，因為佢本身個底咧係一個。奶白色的件嚟嘅，咁佢喺上面做高翻少少個 angle。佢做噴油嘅時候，就有啲位置咧特登就噴薄身少少，咁令到佢透咗個白出嚟，咁就有個比較通透嘅層次感啦，就做出咗佢章魚嘅感覺。冇錯，好啦，咁啊真係睇翻高橋天馬啦。咁啊，佢移植咗上杉謙信戰國時代嘅戰神嘅基因，咁見到其實時代感好重嘅。或者我都可以拆翻佢嗰個心臟，又係唔可以叫起搏器嘅，咁啊俾大家睇翻 detail 少少佢件衫咯。咁啊好簡單，有兩條喉管，駁住後邊有個電掣就係噶啦。其實作為一個打手嚟講，佢個弱點都幾明顯嘅。係俾人一嘢塞爆咗。咁啊，body 係一個瘦削嘅 body 啦，飛釘嘅。好凍啊！係啦，咁啊，重點其實都係一件褸，咁啊，笠住其實你問我係型嘅，咁啊，拉鏈，佢呢頂帽嘅周邊有冇話有一啲鐵線啊之類俾佢做？哦，冇，冇嘅，絕對係冇噶，真係冇，林姐姐。我呢個章魚真係好靚，同埋佢喺個眼珠嗰度咧，即係其實可能佢本身嗰個位置係攞嚟做裝配位啦，咁但係佢就令到佢嗰個裝配位就好似係佢有個
眼珠喺度望緊嘢咁嘅樣，佢都用得幾得當嘅呢啲處理。咁啊，另外你話玩兄弟系列我先講一講個優點先啦。咁啊，其實頭先優點阿嘉都詳述咗噶啦。本身佢嗰個頭盔嗰個造型係非常正嘅。咁另外呢一個系列嘅角色咧，無論係面相啦、頭雕啦、造型啦、衣服啦，都有好強嘅時代感。咁啊，見到件褸啦，另外就後邊背脊嘅一啲，我叫做辣印啦，一個極度乾燥嘅感覺。你講咗啦，好坦白講，你話即係有啲咩參考咧？我覺得一定係呢一個牌子，係咁啊。另外牛仔褲啦，嗰啲叫扯布褲啦，波鞋啦，齊曬嘅。咁另外佢支專用槍啦，叫做。波鞋係呢個 high top 版嘅 Adidas。Adidas 啊，犀利！好咁啊，優點就講完啦。我中意講缺點嘅不過。嗯。好咁啊，其實就住本身成個系列咧，當然你話有冇機會將呢一個 message 俾到阿 John， 我唔敢講。咁但係其實我即係作為一個 fans 咧，我好希望有幾樣嘢係可以即係。改進翻下嘅，咁啊，首先第一就係本身佢呢一個系列嘅 body 其實係相對比較鬆，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就係其實如果喺手嘅造型嚟講咧，其實就咁換手好容易，佢本身都一個直軸嚟嘅啫。咁你如果淨係每次都係俾一對手，仲要係揸槍嘅手型咧，咁其實某程度上係唔夠嘅。打個比喻，我唔揸槍嗰陣時就咁樣，我覺得係唔自然咯。咁變咗你即係嚟緊可以俾多少少手型就最理想。咁另外有一個幾需要改善嘅問題就係佢個大髀關節。其實應該差唔多整款產品都係類似嘅鬆緊。暫時都冇特別就住呢一度有啲咩改善嘅方案。咁反而你話膝頭哥，我又覺得可以咯，但係個大髀真係鬆得太過分。當然其實本身坊間特別 Facebook 有一啲分享咧，就係點樣可以做翻緊少少咧？就係揾條橡筋打兩個圈，扎翻落去呢一個位度頂住，咁就相對其實就唔係話改善佢個可動性嘅，而係佢就咁企住就唔會咁樣咯，唔會同你鞠躬咯。咁變咗呢一度，如果真係大家都有入到手嘅話咧，我都建議大家即係揾兩條橡筋細細地扎住，變一件事就 O K 嘅。但或者如果佢自行買個 body 換咗佢，係咪更加好咧？咁樣樣係，因為本身佢件衫都易換，亦都唔係啲咩複雜嘢嚟，咁所以變咗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咯。其實因為佢本身礙於佢好多件咧，都係用複件嘅方式去處理咧，咁所以其實複件本身就比較容易碰花刮傷啊之類嘅。咁如果若然你配一個比較鬆嘅 body 跌一下嘅時候，都幾想喊嘅其實。係，冇錯。好，咁啊，細佬講完講大佬啦。讀到件次咯，咁啊，見到本身佢個造型亦都同樣地係另一款嘅章魚啦。我特登或者麻煩阿的都可以 close up 翻個頭。其實本身個處理方法就有少少唔同，不過呢一個頭嗰個重點就喺佢個竹蘇度。你會見到頭先除咗即係八爪魚個處理方法之外咧，佢喺近翻嘴位嗰度係真係落咗一啲類似魔光漆嘅著色嘅，咁所以變咗望落去嗰個幻彩個效果係更加強。會唔會佢係想模仿一啲，例如八爪魚本身咧，其實係有得有啲迷彩色啊，可以去模仿周邊嘅一啲顏色咁樣。佢係想做翻類似嘅感覺喺上邊咧。同埋本身我相信即係有啲即係海產類嘅生物都係有呢一類型嘅，即係叫做魔光嘅反光迷彩，所以佢就用翻呢一種塗裝。咁而後腦，哇！呢個有啲似某啲嘢喎，咩嘢？唔知喎，似咩啊？請問冇導演即係導演，咁見識廣博係啦。咁見到佢近頭盔嗰度同樣地用咗呢一個處理方法嘅，咁嗰啲紋理啊，嗰啲即係類似細胞組織啊，都好靚咁樣顯現咗出嚟。咁面罩就用翻科幻風啦，咁變咗其實成件事咧，又係同樣地係包裝得非常之好嘅。好啦，咁啊，見到佢
個外套啦，或者又麻煩的鬆翻遠少少。今次佢就喺呢一個外套上面再加咗一陣，我叫做膠或者類似即係雨褸嗰啲咁嘅質材，係啦，咁望落去係好得意嘅。我唔知本身如果即係話就住即係做呢啲咁嘅衫咧，呢啲咁嘅加工處理會唔會好麻煩？其實唔會，不過咧類似呢種物料咧，因為佢冇乜彈性，同埋佢有時咧車到應該話佢受拉扯嘅時候，佢關於車線嘅部分好容易拉爛。哦、所以在、你怎樣車得它漂亮，因為它本身比較硬，你會看到這些位置呢，它車上去的時候很容易就閘起很多不同的皺在這裡，要令到它處理得到這些閘呢，要車出來漂亮就比較困難一點。還有其實我想最困難的是什麼呢、這些物料本身要找一些很薄身而又軟的話呢都挺困難的，但它這個料是挺好的、當然了，你說就著、它本身的耐久度會唔會，因為它本身始終係一啲係膠啦，一啲係布啦，咁變咗會唔會有啲乜嘢即係 contradiction， 即係或者時間耐咗？我比較擔心個膠耐咗之後，因為佢畢竟呢種膠可能佢時間耐咗，佢會硬，跟住然後會裂，係啦，冇錯。黃就梗噶啦，不過反而我係擔心睇下裂嗰個時間會係幾時嘅。後話啦，呢、這個就好。走嗰陣時等你話俾佢聽，等時間去引證啦。好，咁啊，同樣地都甩個頭俾大家玩一玩啦，都係咁掹嘅啫。咦？哦，咩聲嚇死？咁啊，後腦直接拆出嚟。哦，佢呢個係近乎係佢個後腦係套埋條頸嘅，即係框住上。係啦。哦。這個就是獨島健次郎了。哇，看到他的樣子兇狠很多、這個、有點癲狂的狀態。是啊，沒錯，因為本身、就著、獨島呢，因為 他在那次執行任務受傷，而那些炸彈的碎片呢是直接入腦的、哦、所以變了要由這個神奈川的黑岩組去提供一些藥物令到他鎮痛、哦、他也都因為毒品的關係就繼續為呢個黑岩組努力咁樣服務嘅，佢有少少鬼寵英吉嘅感覺。C T O 係啊，厲害。好，咁啊，塞翻落去先。咁 body 都唔再重複啦，因為佢其實正啊正咗件衫。咁另外佢哋本身支槍都係唔同，同埋本身成件倒出嚟咧都幾重，亦都因為重嘅關係咧，哇，係不舉嘅。呢、這、一個確實係呢一個系列嘅 body， 我覺得真係拍硬檔幫幫手諗一諗點樣可以改善到嘅。其實用翻 Black 13個 body 嗰個好實淨嘅，實得好緊要。係啊，嗰、那個係好驚玩爛，即係因為實得滯。係，但係呢個就因為鬆得滯。係，咁啊變咗希望啦。實心到。Sorry。實心到出嚟。係啊，所以好勁啊，係好重啊。咁啊，大致上咁樣啦，兩兄弟。咁啊，希望頭先嘅建議呢一個阿 John 會收到。咁啊，喺嚟緊兄弟系列嘅改善，或者係 Black 13呢一個 Black Laboratory 系列喺 body 上面，即係俾多幾隻手，加多個台座。咁啊，喺關節或者本身主體方面有一啲改善。咁呢個係我哋啲 fans 希望見到嘅。未完，看主體啊！睇主體啊！係啦，其實成件事想點咧？頭先嘅即係章魚同埋魷魚，佢真係呢、這個真係唔爭在影多一鑊，我真係好鬼中意。呢、這個真係好靚。係。同埋最好係佢甩翻後邊嗰個嘢之後咧，佢個一體性係好正，好 match 啊！同埋都係佢章魚同魷魚，你點會諗到可以咁樣玩㗎？成件事好嘢。好，麻煩又再鬆翻低少少啦。基本上呢一個 box art， 同樣地，啊，我真係覺得有啲死啦！漩渦嗰、那個蘇光係叫做咩意話？個作者啊，伊藤潤啊，伊藤潤二嘅感覺。那種陰森啊、肉體的扭曲啊、
用黑白將呢一個線條或者即係打網將啲主體點樣即係好均勻咁樣表達呢一個係真係好可怕。呢個類型嘅插畫係有當年味嘅，即係圖謀一紅啊，係圖謀一紅，冇錯啊，係啊。或者其實有時啊，三浦健太郎畫嘅一啲插畫嘅畫面都係會係咁樣咁。不過三浦嗰個打網係無敵嘅，佢癲嘅，係佢真係無敵嘅。咁啊，岩光科技生物研究所產品《遺傳子變異之高橋李沙》，什麼是高橋李沙咧？難道係佢哋個有關係嘅？妹，哇！我而家先睇到原來方才嘅係有阿 John 嘅親筆簽名喺個腳底嘅，真係要俾大家望一望。定係你呢只先係咁嘅？唔係，隻隻都係咁嘅。又影一影先。誒、欸，呢只冇喎。係啊，係啊，係啊！佢一個產品只會有一隻嘅。呢個係親筆嘅，因為你見到佢有 marker 嘅反光嘅喺某啲位度。係，同埋本身講多少少啦。章魚兄弟就限定399隻嘅，或者叫對啦。啊。係啦，咁至於一陣介紹咧。是188隻，它還有日期和幾多號的和時間，是12:352021年6月27號搞的，我這一對是John是QC過的，應該是好退回來，東西都不需要特別說得太多，轉一個圈。剛才說了作品名是這個高橋李沙，咁啊，就住呢一個基本上都係一個我叫做係咪叫犧牲者咧？咁啊，本身呢一個被驗體啦，咁啊，作為呢一個肉食系，咁我相信大家都好中意就住上次嗰、那個，我唔知係咪叫做盒裝蟹啦。咁啊，今次就變咗呢一個完全1:6嘅女體，加埋呢一個呢、這個亞加力箱，但係入邊就倒咗呢一個。透明或者叫半透明的，哇！呢啲算唔算玻璃膠？嗰啲 A B 膠嗰啲。係。咁啊，成件事啊出咗嚟啦。咁當然你會見到，除咗呢一個主體高橋李沙呢一個，又係頭先用咗章魚同埋魷魚嗰啲觸鬚嘅表達方法之外，都會有一個好靚嘅女素體喺度嘅。其實我一開頭睇到呢個咧，我就諗起而家咧喺係咪預訂緊嘅個富江坐喺個同一樣嘅哦，嗰、那個一個缸入邊嘅1:4定1:3嗰個係咪你講緊？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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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多蚊咁樣。係咁啊，包咗。哇，其實我有考慮過買。我想睇啊，你買唔買？你嗰次接咗單。我想玩。或者拉高少少，唔該，sorry。主體其實最主要都係個。咁靚嘅 body 啦，成個膠樽啦，同埋呢三包營養液嘅，咁啊貫穿咗成個高橋李沙嘅主體，至於佢啲管道 at the end 係插咗喺邊啲位咧，你自己可以慢慢整一嚿翻去研究一下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本身都好多啲古靈精怪嘅限定，其實呢一件嘢仲有一個限定。啊鬆翻近少少，你見到呢一粒嘢安全第一喺度，喺一個某一個部位度夾緊啦。哎呀，麻煩啦，係啦，鬆煙緊啦。誒，雀仔？唔係，都係八爪魚嚟嘅。八爪魚，哦，係啊。不過隱藏中嘅隱藏咧，呢一個係魷魚嚟嘅，係尖頭嘅。當然我冇咁好彩啦，咁但係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女啊女啊！當然，其實整個 body 你見到腳嗰啲黐實嗰啲水控印啊，佢都同你做埋嘅，唔使驚啊！呢個位我相信都好難睇到啲精彩嘢，所以唔需要 cut 噶，因為啱啱好章魚小弟就遮住。咁佢成個頭部都有呢一個章魚包圍啦，所以會見唔到五官嘅。咁呢一件。我叫做藝術品先啦，咁都有好多一啲你見到綠色特登打上去嘅青苔。哇！仲要係掹邊嘅喎，係啊，模仿真嗰啲咁樣樣。係啊，咁所以變咗成件事係非常之正。你見到隻腳踩住佢嗰個八爪魚或者章魚酥都好過癮啦。咁另外本身個銅體某一啲地方嘅顏色都有著上到啦，咁啊變咗對於我呢啲。你不要說我變態，什麼都好，我是
係幾中意啲一類型嘅意識嘅藝術表達嘅，咁就真係開正我嗰份。咁所以坦白講，我買我絕對唔係買呢一個章魚兄弟，我係為咗呢一嚿嘢嘅啫。哦，咁佢呢個係連埋章魚兄弟一 set 啊，定還是係另外買？本身當你買咗章魚兄弟，你就可以抽選。當你抽選抽到了，你就可以再俾錢買埋呢一嚿附屬品。即係佢係399分之幾多咧？188。哇！即係大概係一半到咯。哇！中籤率。好，咁啊，終於都叫做介紹完啦，可以拉翻遠個鏡頭。今集玩住咁多先，因為今日真係好多好多好嘢爆。今日突然間多咗個呢個，哦，好啊，正嘢，得唔得？一係就直接搬上嚟啦，嗰個電腦可以強行。電腦上，但係咪要裝㗎？唔知喎，應該要好多嘢裝喎，可能啊嘛。